小姐，请问是你找我吗？躲进鱼缸，整个晚上疲惫早已分不清对象，河水歌唱，互道晚安，心里早已杂乱无章。都说男人对爱大方，那只不过表演坚强，不愿讲所谓自尊背叛。别人眼中的风光，抵不过他的称赞，皇后的肩膀只不过能承受更多的伤。